从生至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从生前我是乘风破浪的流行歌手，大家最熟悉我的还是盛夏光年，我不转弯。作为东北话推广大使，重生到十天烂。妈呀，这箱子打开，这屋都没地方站人了。直接变身东北人收集器。哥，你擅长啥？他们都是运动员。太屌了吧！行，你玩大葱吧，将东北人的大大方方贯彻到底。我准备了自我介绍，老师们，还有礼物，谢谢。这样子比较好了解，更是不介意展示女性力量。女性力量，太厉害了！不小看我们瘦子，美貌和闯关我都能兼顾，赢就大大方方赢。闯关哥哥。重生至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我从土木学子转业成为一名努力的影视民工。作为一个喜欢留弯但不走寻常路的演员，重生到十天进行生存挑战，跑图却成为我的快乐源泉。当然为了增加度假时长，还是要努力闯关。哎哥，你们要找着好吃的你们告诉我啊。凭实力莽到底，我把你锁住，我想我上危险区看一下上危险区会有什么发生什么，好不好？我就想去危险区，我现在就去看看危险区在哪。偶尔灵光一现找到 bug， 固定且完整，奈何前途未卜，不过问题不大，毕竟十天真的很 city 啊。重生至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我是勇于挑战自我的演员，既是但愿人长久的邓丽君，也是积极奔向幸福的齐佳颖。重生后我来到与外界断联的十天世界，面对关卡丝毫不慌，主打一个听话。五楼二三六七八，应对困难灵光一现，抓住破题关键。会不会是把电话拿起来算零，没有拿起来算一呢？在人群中有些迷你，却是大号的哈哈哈音效时。天哪，哎呀妈看到你们来好开心啊，就喜欢你这种心态。一路笑到复活党。我高中时也玩台球，今天厕所回家女排，在哪我都是快吧。重生至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我是自带镜头鹰眼探测器的横漂演员，也是面对夸奖会害羞的嘴强王者。不要整这些幺蛾子。重生后我在与世隔绝的地点进行生存闯关，面对关卡我心如止水。不管了不管了，走吧，负一走。成功后我喜极而泣，获得时间后当然也要好好自由一把。厨艺要展现，一张饼五块，加一个鸡蛋三十，加一个肠五十，如果加生菜的话八十。这个就让你黑死了。撸猫也安排，但难免有时候差点小运气。侯明浩淘汰。祈祷出现一个互换身份卡牌，让我再回到主城风光一把。重生至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我是身份百变的剧本杀资深爱好者，重生后我来到十天生存闯关，激励自我，相当不错呀。摇身一变成为蓝谷管家。我刚才呀，那看了你半天，你安检吧，我怕你现在出去没有同伴，你等我俩一会儿吧。那啥也没有了那边。身为爱人，但叠上东北 buff， 指定将大大方方贯彻到底啊！我老饿了，现在。偶尔还会爆发各种想法。哦，这就是夜市摊呀。是啊，咱俩就搁这摆呀，卖点啥呢？我还看到了两盒剧本杀，我可以来那个 DM， 我剧本杀主持人。在这里，闯关都是别人的，我只想和闺蜜提前步入退休生活。世界上就剩咱俩了。跟我这身不咋搭吧？奈何造化弄人，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。侯明浩、林更新、庞博淘汰，只剩自己苟活至今。接下来期待朋友复活，努力不被淘汰，你们拭目以待。重生至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我是男演员，江湖人称九亿少女的梦，都说我是小嘴巴巴，全是梗。但实际上那都是表面。重生后开局落地，十天之后回到现实，虽然每天都会受到来自年龄的暴击。我97啊，我是98，哥吗？96。哥哥别哥，我96，哥95。好大哥必做清单如下：一，为宝嗷逮捕的弟弟妹妹；二，带领大家闯关，保证游戏公平。原组织能力比较强的，再把所有的跟大家说一遍。越后进去的人嘛，就不太公平。太大的苹果，我给他去掉一点。三，面对闯关拼尽全力。
好快呀、啊，怎么就杀出来了？尽管不幸被淘汰，林更新淘汰，但意外发现快乐的复活岛，这才是综艺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就此躺平，等我杀回主城，等待我们归来，肯定会回来。重生之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，我是有三行代码飘在外太空的 OG 程序员。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，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。后来我转行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，本来以为下次做题会是在下次，但是谁能想到重生到十天之后又要重操旧业了。区区关卡自然不在话下，脑力体力统统调动。正好它是两个二进制的数字，二四八十六二十二幺九，在九楼了。我去了，七楼是吧？我有一个小的思路，我们现在是初始状态，我们还是要找到第一步的必胜策略。但是在空城之中，生存还是首要任务。在线化身大厨展开投喂工作。我都没有炒过这么多鸡蛋。刘二也当会气氛调节员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俩在这里比人家得大十几岁？你不提这个事儿就过去。等所有人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咱们现在很难联系所有人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仅马失前蹄不慎淘汰，韩国淘汰，还遭大权被夺。但我绝不认输，等我重新登录。重生之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，我是编导生入坑的演员，资深猫奴。一招重生到十天大陆，懵懂开局。真的太快了！停停停，重来！还好有上个世界的朋友一起。到海边了。可以跟你叫茶颜悦色，跟他叫风花雪月。尽管全程都是努力努力白努力，真可笑啊！我看没人拿过这个颜色的，没有人拿过这个品种。闯关失败，但心态已经在 next level 了。这边真的是挺好的，继续睡吧。好快乐！大家别急。还能救我的六个工已经，你再拿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拿这个。挥我时看我复活。重生之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的我热衷于冒险探索未知自然，冒险精神让我重生到十天之后回到现实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。谁没想过你能在机场里面开开车转两圈呢？这是障碍吗？那边有什么？他把路给堵了。走走走，欢迎参观我们的家。你看这还有这种太空舱能睡呢。我们最起码站着洗澡能转圈圈。别有一颗中年人特有的叛逆心。挑战失败者淘汰，不挑战就没失败。总是能找出 bug 的吧？出去了。这里是他们物资仓库，搬出去卖吧。超级快充，这我们没拿过的。但作为大家信任的大哥，小朋友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好。穿长裤运动服，提前热身，避免受伤。这里错了，有错的就得拆掉重来，没关系，等下我们帮你。恭喜各位全员闯关通过。全部投自己啊，因为就一票，这样就不会有最多的。重生之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，我是手拿第一张回国剧本的前爱豆，老板钦定的大中华区导游。重生后，我来到全封闭还断网的十天之后回到现实，想要尝试对抗规则藏手机。你带手机被抓了。我被抓了，但被制裁。还好有很多好朋友们在一起，断网也不算无聊。哎，我们去骑那个三轮。哇塞，这个爽啊，这个自然风吹的，我天哪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没事的，我靠谱啊！面对重重关卡，丝毫不慌。二进制来，只有下面的二幺九。但是有时候运气来了，真是挡都挡不住。我就知道，相信光的人运气不会差。重生之我在十天当闯关者。重生前，我是勇敢逐梦演艺圈的新艺演员，莽爆梗版。都说东北人是天生喜剧人。哥，你擅长啥？擅长情绪稳定。那觉得自己哪方面突出？突出我腰间盘挺突出的。确实我承认，但我此次重生十天异地登陆版，势必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
虽然落地装备全靠剑，浴巾不会没有吧？不能说空空如也，简直可以说是一贫如洗。但是大哥还是得有哥的光环。一人俩鸡蛋呗，不用削皮儿，切块就行。这帮孩子们，我特别愧疚一点。你说如果我没有说那句话，我说把技能留给我，你觉得我会不会？面对各种未知的挑战，有时候选择也是一种智慧。你并不会投一个炸眼的人，你会投一个无关紧要的，就是危险，不是淘汰。狗窝包赢。